心脏不会痛，哎，心脏不会痛。我看到一个山洞那边的啊，一个山洞，海边上有山洞，然后沿着出去就是海边，沿着出去就是海边，好像，外面就是海了，想跑也没地方跑，想跑也没地方跑啊，然后海边上就是一些破烂的一些场景，这就是刚才的梦里见到的梦境嘛，梦境嘛，现在有点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基本上是走投无路的状态啊，想逃出去也没地方逃，不逃那么就待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地方啊，是，所以这个时刻要想拓展空间的话，只有全外星人天人帮忙才能拓展空间啊，才能拓展空间啊。不然的话就死路条了，我们已经走到那个悬崖边上了，基本上是啊，悬崖边上外面就是海，没地方就可以去了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但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要走出去啊，必须要走出去啊，必须要走出去啊，那么就靠天人和外星人帮忙啊，是这样啊，好，知道了。